那你要不要一起上？他生活美学馆哈，在八月份暑假这个档期哈，非常荣幸邀请到郭方中郭老师来为我们展出哈。那郭方中郭老师他是之前是在那个高师大啊国文系退休的一个教授。那郭老师哈等于说是他这一生的就是说精华哈全部都投入在那个书法跟相关文学的一个研究。那他本身可以说他当然他不管是在教学上面非常认真哈，他也拿过士铎奖。那他在书法的竞赛方面哈也是常客哈，他曾经拿过那个金额奖哈，一个书法非常重要的一个奖项啊，拿过大专组跟社会组的冠军。那其实郭老师长期投入书法史的一个研究哈，他可以说对各个朝代那些书法名家的一个特点哈都非常的清楚，非常的了若指掌。那他特别可以说是，王羲之跟王献之哈，这书法二家所谓二王的一个专家。那他觉得书法不应该只是写字而已哈，不应该只是一个写字的一个写字匠而已哈。他觉得说应该结合一些文学，要有一些人文的一个基底，要有人文一个思维，这样写出来的字才会更有内涵，更有气质。那他这次的一个展出哈。主要是以行草为主，那其中最有卖相的应该可以说是我身后这个说十四联符哈，它是用杜甫的一个诗句哈来写的一个东西哈，非常有气势。那这个展览非常的一个特别哈，那因为我们之前在书法类哈这一类的展览哈多半邀请中部跟北部的一些大师比较多，那这次哈非常荣幸邀请到郭老师哈，那等于也算是补助了我们在书法展览这一块一个缺口，那非常的难得。那也欢迎对书法啊，对文艺哈、有兴趣的观众朋友，不要错过这个展期。这个展期是从今天8月18号开始，一直到9月18号。谢谢大家。我的题目叫做《燕耕刘耳》啊，那因为我的字号叫燕龙，那从小就我说我家里没有什么田地啊，那我有一方燕。然后想抱着一方面就一方面一事情的一种态度，就是没有田地把砚台当田嘛哈，毛笔当锄头当什么这样。然后我想这个是我从小国小三年级开始这个心中就有这种愿望。那刚好这个整个教学成长阶段里面呢、有那个每个阶段都有碰到应该是良师给我的一个提携。比如国小三年级的时候，在我那个专辑里面都有提到，就是说那个有一个刘老师他就是提起我第一步进入书法领域里面了。那后来国中到师专到大学啊，每个阶段都有老师来提起我。那一方面呢，就是跟一些同道互相的切磋，这是我这个几十年来大概从没有间断的一个工作之余的爱好。那今天的主题就是主要的展出呢，都是以行草书，大部分有三分之二都是截取古人的名句，因为我们中国文学累积了这么多古人的好的句子，我们不写它来当欣赏，很可惜。那有一部分是我自己做的诗，自己也做诗，大概有一部分是自己在常回乡下都写乡下情景的一些乐事啊，一些趣事啊，然后这些都是我平常勤于耕耘的那一块，把自己的诗也透过自己的作品，自己的笔把它写出来，就叫一些同好。我想这也是我交朋友的一个方式啊。过去长久一段时间，我尝试着把书法希望能够跟生活来结合，然后呢做一些跟书法延伸的。比如说这次有个少部分的作品，就是用以书法为元素，然后延伸到跨域，比如说雕刻比如说一些手工艺这边。那这样的话好像跟这个距离又不很近又不很远，我觉得这也是可以跟一些年轻朋友普罗大众来做交朋友的沟通的一个场域和管道。我想这也是我未来可能会继续朝这方面再努力。